螃蟹死了能吃吗？在日常生活中，螃蟹死后千万不要吃。螃蟹死后会引起许多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的繁殖。如果食用了死螃蟹，轻则引起腹泻，重则引起肠道感染性疾病，危害健康。螃蟹当中的成分，尤其是蛋白质的分解物，会引起身体过敏，轻则皮肤瘙痒，重则引起过敏性哮喘而危及身体。螃蟹死后，体内的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已经分解消耗，如果再吃起不到补充营养的作用，其营养价值大打折扣。另外，螃蟹死后中肠腺会很快散架，里面的组氨酸、消化酶四散而出，会把螃蟹肉分解掉，所以死掉的螃蟹的味道比较怪，口感也大打折扣。